政府为了协助四亚民众赶紧找到头路，顺利回到市场来推出真多措施，但依然有部分弱势民众因为下列经历的关系，或者是个人因素，无法度顺利就业。彰化县议员赖清美就接到民众陈情，表示有厝边疑似因为身心障碍，致使长期失业。赖议员因此请社会处、劳工处甲卫生局的人员，做伙前往民众厝内，希望会当协助伊赶紧找到头路。民众王建兴住伫个壁顶写满求职单位的电话甲地址，伊表示安尼较方便，出门的时阵会另外写伫个纸顶悬。王先生的厝头家施世明讲，王先生伫30多年前就家己搬来这个所在住，一直到最近才有亲戚来找伊。依据王先生这边兄弟表示，王先生的个性较孤僻，佮加上感情的失败，才会离家出走。安尼去人遐找头路，啊人头家初初会互做较粗，互伊做啦。但是做一两工尔，佮看破牙手啊。伊安尼衫裤穿安尼，啊佮家本身会控制，佮人情无人配合。无即款代志，我人接好爽个是无可能。吓啊！人哪有可能长期要佮请？无伊甲我讲，伊一工50块嘛好呢。我嘛甚至讲叫去油菜园啊，楼梯甲拆甲开个。我看讲，伊是做真紧，但是啊，就是做不错个。王先生30多年来一直拢是做懒散工课为生，真无简单找到油菜工课。但是伫旧年底互裁员失业。王先生意思有轻微身心障碍，求职是相当个困难。官员赖清美因此协调广富社会处、劳工处甲卫生单位前往协助，并且递接急难救助金。现在这王姓民众吼，伊虽然了未65岁吼，但是长期来拢是失业吼。咱知讲迄个失信屋主真好，拢无该收迄个储蓄钱，互伊住伫遐。咱看伊家每一届咧找头路，拢搭伫迄个壁顶遐吼，身上也没什么钱呐吼。哦，伊防备心很重吼，咱若讲啥，伊拢讲不承认。而且我有请我们的劳工处，然后各社会处来给伊斗三工吼。了后，伊身体若有状况的时，咱请卫生局给伊斗三工吼，鉴定看看。然后劳工如果真的没有问题的话，咱会请咱的劳工处吼，该协助该找一个头路，可以家己会当养活自己安尼。目前卫生单位的人员已经陪同王先生到病院做健康检查，嘛检查王先生是毋是有身心障碍状况，了后会阁再由劳工单位帮王先生安排适当的就业机会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何必采访报道。